他一般那个我们供曼陀罗的时候，这个供品啊，供品里面有什么白色的啊，什么绿豆啊、红豆啊，就是都可以，也有一些珍宝啊，就是像各种珍宝。然后我们这个曼陀盘呢，一般是就如果自己条件就各方面好的话，金子、银子，什么那个，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铜啊、绿啊，都可以。以前古代的一些大的，就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就刚才阿琼干波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用石板和木板也是可以的，木板也可以。然后，我们那个，一般现在这样的，37对曼陀罗啊，就是37对曼陀罗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要有一种这个主要是用这个树碗来这个绣啊，就是然后我们平时要寄宿的时候跟那个所绣曼陀罗有点不同，我们这个寄宿的时候可能这样就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你用从右手拉着就不是很方便，如果从那个做树啊，就是做树，就是粘住这样拿着，然后我们先就是，就供完了一个37对曼陀罗以后呢，就是放在这个供台上，然后呢就开始供那个7对曼陀罗。7对曼陀罗呢，因为要念那个10万遍，要做这个10万遍，做10万遍的这个工程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自己应该用一种这个可能也要速度，也要这个。干这个爆质爆量，就是要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就前面就是每一次的是所绣曼陀罗，就是供完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几个圈呢，就不用都可以，就基本上就放在一边啊，就放在一边。我们正在这个绣的时候呢，就基本上都不用。那么念诵呢，就我们我刚才说的是我们7对曼陀罗啊。7对曼陀罗，我用藏文来念，就是藏文来念的话呢，我刚才说第一句的意思呢，就是鲜花和还有这个图像呢，就是遍大地，就是萨日菩提须像埋头圆。然后第二句呢，日罗王须尼勒圆巴当，日月四柱这个什么须弥日月，须弥四柱日月是，就是这个须弥山和日月就是这个。然后第三句呢，就是说。然后这个观想呢，就是佛刹这个供养，然后最后呢，就是愿诸众生信佛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前面的第一句念的萨日菩提须像的时候呢，应该用这个就是手啊，就是这样来刹。就是擦是不继续像没多久，就这个时候就是尽量的这个擦，然后如来王是念六卷八等，就是第二句话念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在这边就是供就一般来讲是就是中间是这个须弥山，然后呢就是东南西北就东南西北，还有这个日月，就是就加上就是总共有7个对吧？但是我们念的时候呢，念比较快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就只是把中间的一对呢就看得清楚，然后从东方开始就是擦一擦，然后第二句和第三句的时候呢，就是尽量把这个你一把这个蜜呢，就是全部都是已经撒完了，然后到了第四句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右手呢就是开始又抓那个下面的这个蜜，然后左手呢就是这个时候要那个计数，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因为供完了一遍，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计数就是开始在这个念珠上呢就开始就计一次数就这样来供，就是其实这个50万的话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比如说我萨日不继续向没多久日落浪是你雷剑巴当藏经向到目的不来若干南道向浪学不得修萨日不继续向没多久日落浪是你雷剑巴藏经向到目的不来你若干南道向浪学不得修，就这样，就是第一句话的第一句念一句的时候呢，就开始擦
第二句和三句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撒在上面。然后第四句的时候，你作数呢，就是拉粘住，就是有数呢，就是开始抓下面的这个蜜。但是你抓下面的蜜的时候，前面的这个呢，就全部都已经倒完了，就是全部倒完了。然后就有些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擦一下，就是也有这样的。但这个不擦也是一般是可以的啊，就是不擦也应该可以。嗯，我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应该可以吧，就是这个然后那个我们念那个三十七对曼子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就是我们班子的萨杜萨玛亚曼的巴莱，就是念一遍那个拜斯敏，然后一直擦。然后前面的第一个我们班子的不明啊红日用是多半的王清设计萨杰，就开始念的时候呢，就是一直，然后中间就是一对啊，然后把这个铁尾扇放上之后的话呢，就开始一直对到这样。我看你们或者是念一遍，我们那个做一个那个啊，就是三十七对的，看会不会让你出生多呢？第一说的难了，把那个子拖呢，我们一起试一下，或者是待会儿看那个韩文的，你们应该会哦。待会儿韩文的，我们都试一下就大家都比较清楚，对吧？我呢，对，萨多扎尔出头。那公会。嗯。巴扎多萨玛耶玛那巴拉耶巴扎多尼那巴里尔罗米巴扎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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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巴这几撒者我们班的热情啊红爱者小人鼓励跟回头谁家不知道谁领导不回头干完了那个完了像咱们年呢离到领导还有到哪有见到有站到浪中咱们年到咱们年纪了人不急如果抱咱们几张顿住啊毛毛别落洞苦落人不急怒热人不急顿落人不急顿落人不急浪波人不急淡中人不急他们混的人不急提前不明白个爸妈上阿妈乐妈干没头妈对付妈脑子的妈这些妈你妈了人不是的兄弟男不人将跟他拉上没换着了分子们从爸妈上我没把你的中间的大娃就不了就不然我的老妈那么难不了解我的心中断的日子一年心情了的和当个人人那么着了不沾三毛沾三百那三毛一红为可以了吧那个印度的很多大的他们都是经常用这里包颈部啊，就是有一个就好像在那个在算在那个脖子上的把包颈部算在脖子上的就比较方便一点，也有这样的。我们藏地的话呢也有这个其他的，就是光这样放着这个包颈部放在前面的，这样也有，但这个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都可以。韩文都念不念？不念是吧？可以哦。
那还会用谁呢？啊，你来讲。那可以，你们用如果是七对四，如果你们自己用韩文念也可以。那个，后面那个，那再是前面是念个那个白字密码。我们宿舍不明智。반드르 사도 삼매마노 바람나 자르디노마디 가드도메 바오노 가야메 바오노 가야메 바와 사도 디노바디 자르도메 바오노 아가노 주드메 주만 유양그로군 하노 바오노 반드르 마드메 사도 옴 반드르 도미 아홈 진강 바비 존재지 옴 반드르 르칸 하홈 每天每处山地绕，其中我高是你山吧。等生成着满山不如，其我发着悲喜不如。下生着即上山着，下坡着即灭不如。下行着即生大行着，生多美生多美亚洲，东巴山如艺术。随意把鸟自然想到，金灯把摩尼宝，玉尼把大珍宝，白象把骏马宝，将军把大战宝顶。欢喜女，欢唱女，歌女，我女，花女，香女，灯明女，图像女，日月真把三，直接尊贵朝圣之标准。一中之天绝人所亚佛拉圆满具备贡献于当根本从参具的真实无上具质如是供养的理由请恳去那受受依不起舍去我等众生于大悲心门中分来加持也如是愿遍地乡土仙鸟大华府雨灭则照日月定庄严一次所愿着佛佛图现愿作藏上清净佛刹心遍地乡土仙鸟杂华府雨灭则照日月定庄严一次所愿着佛法图现愿作藏上清净佛刹心遍地乡土仙鸟杂华府雨灭则照日月定庄严一次所愿着佛法图现愿作藏上清净佛刹心唵喳那嘛呢叭咕喳咪喳萨摩喳萨巴喇嘛萨玛耶阿吽老师，我也想讲个。那这样啊，那个基本上可能，如果不动的话，那下来过后再那个一下吧。然后我们每天可能大概就先念那个，我们每天念那个，后面啊，我看后面还是前面啊？应该前面好。前面大概是十分钟左右，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呢，大家拉着那个曼车帕，然后我们就修一下。然后刚才那个，你们韩文当中是以前冷海上师翻译的，有一个那个就在汉地皇家寺院里面比较这个
如果这个念也可以的，然后我以前大家们前行里面翻译的跟这个有点点不相同的，所以说这个你们如果用韩文念的话，根据哪一个都念都可以。如果用藏文念的话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萨就是不拘局长没动，就是荣老师念的严巴东桑吉祥的木丁不乱，如果南道长老学不乱学，然后这个后面的周语就是不念都可以，就是然后这个周语呢就是前面念一个，后面念一个，就这样也可以啊，就是尤其是你苏修满这功的时候呢，就这样念一下就可以。然后我们弥和天还是每个人就是就大概是我们这个十分钟左右，就是一起修一下。修的时候我们最近用开显解脱道一起这个修持吧，好吧？因为今天可能时间就比较可以了，就这样的话，那大家一起这个回向吧。所能的一坛车走吧，你同那你呗。I don't know.